2016年第七条，Hola Coordinate。咁先将咧呢两点咧，去画翻幅图出嚟先。而家咧，佢有75同135。75个意思咧，即系话由呢条 S 轴逆时针转75度，咁转咗过嚟呢度啦。咁12嘅意思咧，即系话佢同个 origin 嘅距离咧，就系12啊。呢、这个距离系12啊。跟住呢度75度，嗱咁跟住你135啦，135咧你要小心啲。我话135咧，我就会咁样谂嘅。你本身转咗75噶啦嘛，咁你咪转多60度，咁咪135咯。所以咧，你转多60度就搞掂噶啦。啊，唔使真系转135嘅呢度，啊转多60度，咁就产生到呢个 point boy 啦。咁佢同 origin 嘅距离都系12啦。咁所以咧，你计呢个 AO boy 咧个计算咧，其实就系135。減75就係60，好 part boy 啊！喂，你呢個咩三角形啊？12，12即係等於三角形啦。但係你會發覺180度減60度除翻二，咁咪每隻角都係60度咯，係咪啊？咁寫翻啦吓，咁即係話咧，因為 OA 等於 O boy，所以咧 angle OA boy 就等於 angle O boy A。咁呢度有個 reason 嘅，叫做 base angles isosceles triangle。咁但係你，我覺得唔呢度唔寫都冇乜所謂㗎啦，因為呢啲係叫做 fine 嘅題目，冇 reason 都 OK 嘅。啊，咁亦即係話咧，每一隻角咧，呢兩隻角咧，佢哋都係叫做180度減60度除二啊，咁啊真係每隻角60度咯。所以呢一個係咩三角形啊？等邊三角形嚟嘅？呢個係等邊三角形嚟嘅。咁所以咧個 parameter 周界咪就系12乘336搞掂，跟住 part C 啦，number of folds 有几多重旋转对称咧？呢、这个三角形等边三角形咁，梗系三重旋转对称啦，因为你重复自己3次噶嘛，你转一个圈，